这还能认出来，就是烤饼。好大呀！感觉吃怎么样？大家好，我是小雅，今天和我朋友一块来吃一家超级，我看着和大盘子有点像，但是他们说不太一样，我们一块去看看。送了一个饼，要了两斤鸡肉，点两碗米饭嘛。啊，那个爹要两碗米饭。这个菜这个颜色一看就下米。哇，这个鸡肉好嫩，而且都是鸡腿的。许包糖纸。哎，你感觉这跟大盘鸡有啥区别吗？我没有正经吃过大盘鸡。你没有正经吃过大盘鸡？我也没有正经吃过大盘鸡，但是我知道大盘鸡里面是可以下面的，这个里面好像是没有下面这一说。很好吃的。它这个饼跟那种炕一样，感觉吃着可养胃。哇，这个鸡肉好嫩，还有点弹弹的。是甜辣口的，感觉有点偏甜。跟他们说可以给你少放点汤。它每一块肉都这么大，比这小的肉一般都是不带骨头的，像这种大一点的会带一点骨头，都是鸡腿上的肉。这一块还没骨头。饿死了，感觉这个汤是把面条也好吃，把米饭也好吃。这饼这个味道给烤出来的感觉哈，它就叫烤饼，我说的。应该是吃的太急了，太饿了，慢一点吃。对，我感觉这应该是酱肉超级，这个颜色就看着炒的乌漆麻黑的。我记得你特别爱吃土豆，高中的时候俺妈每天早上都给我炒土豆吃，就不知道是不是没啥菜了，就天天炒土豆，天天炒土豆，我都感觉不好吃。后来你给我说感觉挺好吃的，土豆很好吃，土豆炸饺都好吃，然后我就开始接受了。这里也是海币吗？是的。洛阳海币就像这种。是的，我在外面都没有见过有卖海币的。咱说本地有一个，就是卖牛奶、酸奶之类的。哦，换你讲话了。你想喝难受吗？不难受了，吃了。饿了。啊，吃当饭就不难受了，没吃饭前感觉咱俩都不得劲。发现咱俩战斗力还挺强的，可能是我战斗力比较强。嗅觉力低，那没吃东西感觉点多了，但没吃都把烟吃完了。这还能认出来这是烤饼。感觉一般烤出来的东西味道就被放大了一样，就像这个烤饼感觉它的面粉味就被放大了。豆皮寿司，你们看出来超级和大盘鸡有啥区别了吗？好大呀！
感觉吃怎么样？对，挺好吃的呀。挺好吃的。那好像有点偏甜。对我们这个鸡本来就是、它就是甜口的，因为我们的鸡就是说是就很鸡肉很嫩，而且吃的时候感觉很弹口，我觉得都鸡肉方面就也很新鲜，也挺好的。就是可能我还是甜口爱好者，就觉得还是有点偏甜了，感觉要是再稍微低一点点会更好。低丢丢是吧？对对，因为我其实美国来之前去搜过那家，就是也是做的攻略，然后看到大家也有说就是过甜了，我感觉可以再低一点会更好一些。啊，这是我小小的一个点。有道理。但是你的味道拿捏了也是挺死的。没有，你们打出差就真正的没时间。我能给你。可以。加个粉丝。哎，这非常可以。现在方便吗？不方便。吃饭哪有不方便？挺好。说的脸都红了。谢谢，祝老板生意兴隆哈。谢谢。不好意思了，真的。吃个鸡肉，像老板在 B 站上面关注你，直接向老板推荐 B 站。我看你好丰富，我们吃饱啦，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期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哦，拜拜。